也就是三百万，我怎么会叫你这个油酥？油酥哈，就这个料。这是收藏在里面，人家给你们的好像就这个。你看这扣的状，你看到吗？我又教给个儿子，我给你说你多少钱不教？我儿子还没学会。你生意做成功了以后，哎，就不辛苦了。而且越做越开心哈。我走路就蹦蹦蹦蹦跳跳的。对。今天咱们来吃这个提篮桥老摊儿。老摊头葱油饼，看人现在还挺多的，这会儿还是差不多下来。上海最强葱油饼，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。上面这两个行政是哪个部门不行吗？你要急了，你看这一锅空满了不多少个，你看，你要拿得下来呢，你根本拿不下来。像做这一锅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个什么几个月该多个少？如果一锅五十二个，要一颗葱。如果上到四个左右，稍微弄就好了。哦、像这个地方，你如果像五十二个饼的话，要一颗葱。你这个锅是多大的锅？我这个是现在米。这是不是你们上海最大的这个？最大。最大的。你再找到比我就锅大的。锅我请给你们切饼不要行。像这一锅做下来，最多一次能做多少个？五十二个。五十来个。对。哎、你们也等一下。来来来，你放在这上面。你切好了的话，先上面炸凉米黄。其上面有油，必须要有油。我煎饼烘把油都烘出来。再烘提篮桥葱油饼，好像真的好吃。你冒充了个假的，怎么好吃啊？那你家们隔壁那边十块几个葱油饼，门口一个人都没有，四块，他们有人。我家你看六块排队。对。我们每一个饼，你看一个葱也加这么多。你这个捧着捧亮了。你要求你那个葱那么贵，冬天我们葱还是放量多啊，我宁愿少煮一点，少量少煮一点，葱一定要多放。嗯。让人家吃的好吃。这一天能卖多少个的？就不大好说了。能卖一千个不能进来。一千个能卖了。一千个左右。就是两千个左右。两千二千左右。两千二三个左右。看你的这个手头好快啊！这么多年轻人。这一盆是油酥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就这个精华。我上海这么多加盟的都到我家拿这个料。这个油酥是你们自己熬的吗？还是？对，是我定制的。这个是猪油吗？这是猪油，对。这个猪油到最后是不是就化了？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吃不到，这是个香的味道。这个猪油里边是不是都要放猪油？葱油，葱油，对。这个葱放了好多呀。我要一个。对。叔叔，咱们家这个店做多少年了呀？我们地做的自己最大，九一年啊，哦，三十年了，那是三十一年。想来学的都教是吧？就吃的最苦的一个当兵的，就是说他经常来卖饼嘛，说老板我退伍了以后我就跟你来学做饼，我那开玩笑的，我说好，你过来吧，他退伍真的过来了。过来以后嘛，哎呀，我想他个当兵的，然后我要没事加盟，一分都没事，不像外面的小伙小姐，你有点小姐吊浪浪的，他非常贵。上海是个好地方，只要你吃的最苦还能赚到钱，住家里做伙食六米八的进去。你们哪里拿细的和罗的，你自个讲啊！你们后来来就后拿，细的来细拿啊！农支付收款一十六元。就马家的这个五元拿的。幸福就幸福一点。我们江苏。江苏，但是江苏盐城。现在已经在上海落户了吧？那户倒没了，小孩在这边落户了。那你们做这么多年了，肯定在这儿买房子吗？房子有。哇，上海的房价好高。因为没得早，等下你都是捧上去了。像你们一天要用葱也用的多吧？130斤左右。130斤，这个葱也要赶好的买的。哦。要没经过水的，从根到梢都是整的。哦。这晚上直接拿过来。早上人家还在睡觉，我们开到露水就来了。晚上要顶上新鲜水。一个事业做成功了以后，你心里非常舒服，就感觉多辛苦了。哪个就信哪个家，两点心啊，点了火了，真心。妈不会哪个里的油？这个等什么去呢？啊，一溜个好了。
一个星期要来一次，都是六个的买。我从他们最早的地方就买起来了。哦，上面全都是电视台采访你的。都是电视台，你看这一张。听我们几组嘉宾，他给我们投票的。我这个人已经填了两个了。给我们一万五这一张。哦。江苏中视频道。江苏的哈。中视频道对。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钟左右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买这个葱油饼。我发现上海人对这个葱油饼，或者是就是葱油味道的这个东西啊，都非常的热爱啊。有这个葱油拌面啊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是葱油饼，这个葱油饼算是在上海比较出名的提篮桥葱油饼。你看这个外皮儿，算是煎炸出来的，焦焦黄黄的，你看。然后我后面加了一个这个鸡蛋，加了鸡蛋的是8块钱，只要一个葱油饼的话是6块钱，而且加这个鸡蛋是他们老板自创的一个。现在咱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。这个葱油饼呢，咬到嘴里第一口就是感觉它这个煎炸出来的，就是吃到嘴里面特别焦脆的感觉，而且混杂着这个葱油的味道，这个葱香味特别浓。咬到嘴里面就能感觉到那个葱油饼的外皮在嘴里面咯吱咯吱响。里面的这个葱和这个面看一层一层的，而且它这个里面放的葱特别多。